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命运的考验，致命的瘟疫。这个是来教导大家如何破解这个无视说减伤抑制效果的98回合的这个技能。首先这个先补血吧。顺便绿珠。开技能。好，留一只。这边的话就是做一个大大的一 combo 啊。注意看哦，减伤一只，对不对？大圣，再看露娜，再看这个车云。好，我们再开一个吸力比较短的丽莎，看到没有？减伤效果不见了。好，无视减伤的效果不见了。来，跟各位示范一下哦。怎么样？五十减伤不见了，这样就破解了。好，继续为大家做一个通关的示范哈。现在我们就先做叠珠哦。破解之后，我们就是残虐的部分了哦。就慢慢跟他玩了。要巧也不用这么巧吧。
会开路西法了哈。所以现在你也只能这个做一吸之类的。这个部分的话，它是二连击，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一波把它送走哈，目标了哈。这只务必一波带走。龙哥，差一点点哦，来吧。欧啦欧啦欧啦 ！Perfect！ 好，再来这是50%盾哦，现在还有破防状态，所以趁现在赶快把它处理掉哈、哦。好一个一吸啊！哦，因为你不赶快现在把它处理，你等一下就是哦，要面临的就是再等八回合的意思。哦，因为我们有路西法哈，所以破防不是很困难。再来是人类以外，这个伤害25%哦。哦，一样这个处置一下哦。让他的意思哦。好，一样啊，一波带走啊。下一关是冰冻腐蚀。哦，带不带走这个我不敢讲啊，哈、哦，但是我们尽力就好。哦，不然人类以外伤害剩20%是真的不是盖的哦，
是25%啦。忘记了。好，基本上这个打法从头塞到，从头打到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重点是我们要让光珠出得来啊。把我的叠数全部播完，要这么巧合就对了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杂数一次全部滤掉。好，有多杂就滤多杂哦，全部都把它滤掉，留光珠。一样，我们做叠珠出来哦。一次全开。哦，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，拖太久时间。哦，这边还有一波一波小波的哦，就顺便就处理一下哦。那这一波其实也还好啦，那人类的威力已经变很小了。哦，对，杂猪都帮我绿绿哦，我只要留光珠而已，嘿。那你就对了。哦，这边就是要做绿珠的动作了。让我们把技能除满哦。好，
再一波他肯定是送走了。一回合哈，我们车云云就好了哈。好，大概就好了，你是一波送走了 为目的了，因为下一关你还是要再磨一次啊。我的冰冻腐蚀比较棘手一点，而且这么巧，这边的话，我建议就是直接打了，因为你没办法控制你的柱子了。这要不要爆发就见仁见智吧。哦，因为你的combo数要够才能combo数要够，又要消掉冰冻腐蚀哦，这才是比较有问题的地方。啊，奇妙是为什么没什么光珠啊？漂亮的天降，哇！刚刚如果开机多漂亮啊！这个。暂时先这样了，工作还没有很多，所以我不打算一波就把它送走。哦，那个火柱下不到了，所以就认命吧。好的，哈，那个稀有的技能没有弄到啊。我慢慢跟他消哦。又来了，我卡光柱。我是光对他卡光柱了。
车云还有一回合哦，那我们就是先做一些绿珠的动作好了，就把光珠都消光了，也没办法，左边那一个光珠结冰啊。好的，再来一次吧。这次有吃到了机油，哦，又这样讲那个为什么不消？因为我想要吃高康宝，所以我就不理他了。快了快了，好，带走了。接着关线全体攻击盾哦，而且右边还有中毒哦，这个稍微注意一下。那我们就是先这样哦。还真的全体攻击。刚没有全体啊，没注意到。好，不管。一灯开下去，就赶快先准备做我们的全体攻击珠哦。再不快就要GG了齁。哼，太刺激了。
来个公主吧。好吧，试试看吧。在这种非常时期，没有一波带走，好像也不太行。再不走，再一波啊！哇，现在是比回复力的意思就对了。乱消，好漂亮的天降武林珠，我们尽快把右边那只带走吧。这关进暗珠了，所以天降几率会比较大一点。哎呀，我的光珠啊，太浪费了吧！又浪费了。其实可以手动补回来，只是我现在要做绿珠的动作。哎呀，好多光珠都浪费掉了。差不多就可以了，不用那么讲究。我们剩一回合可以算是绿珠了。哎呀，我的光珠啊，我的光珠啊，无所谓，先杀掉右边那只中毒了，左边那只就好打了。就不小心两只都打死了。然后这只是强化盾哦，基本上也很好打，就是出击之后一波带走哦。这么强。好一个天降啊！这个天降会不会太强啊？
是把我光柱全部消光光，这个太蓄意了吧。这个既然如此，我们是不是先把光柱做个强化的，反正他天降都要把光柱消光光了，对，超级神天降。重点是我现在想要兜个五颗光柱兜起来，我终于兜起来了。这等天降不容易看见了。最好值得来两个，我就不相信。终于稍微叠出来了啊、哦！哦，这个进出关卡就是预防神天降的状况发生了啊、哦。嗯，我以为他要把我这边从这边有切开的。掉一个光柱，你要给。掉一个光柱，好，这样我就满意了啊、哦。这样，哇靠！有没有搞错啊？哦，伪王，这张玉强金我打得过吗？我真的怀疑。刚瞄了一下、哦，伪王是越战越强荆棘哦。哎，越战越强荆啊，好、哦，没有棘，看错了。
哦，都故意多做一 combo 的。好，暗属克制公家锁哈。这个我们没有暗属性成员，所以打这一关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而且他还吸第二哎。简单来讲，它就是比刚刚那一关简单了。哦，储积变绿珠哦。上面那么大头，他要天降就给他天降吧。哦，边绿珠边打哈，哦，绿珠加储技哈，然后再一波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台面。就是喜欢天降破坏你的叠珠啊。哦，不要差太多就好了哦。
来吧，第九关，大于等于八康伯顿。好，这个没有改，所以还 OK。我就怕他是改。思考一下，这个这边有一颗光珠，先补血一下啊、哦。血先补满，慢慢跟他玩都没关系。再来一个光，不给光。光珠啊，好样的。那就是这样，好吧。这次血量有300多万哦，所以可能要打三波，因为我们一波爆发大概100多万而已。哎，好在它不是大于等于阿康伯顿改，不然这边会磨超久的。哎呀，刚小岛，这么漂亮的一个局，居然就被我浪费掉，浪费掉一小波。嗯，那我们再做一波好了。好，就这样。
只是想哦，看看可不可以再做一个八康博出来而已啊，那个没有什么。错了。嗯，我靠，我的蝶珠全部一整片就不见了。都错开成这样，一次还能整片消，也是蛮厉害的。好，不要死！哎呀，死了，死了！为什么我会这样讲？因为死了的话，我的状态就没了。现在就是要做出无鼠珠了。下面这几个光珠，我可能不会动它了。有重复性的，像这个，把它先消掉好了。哇靠，这个会不会太远了？为什么没有按住啊？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有按住了。问题是说我要睡火木光按了。关键的时刻来了哈。这你珠子哪带起来了？这是要吃天降了，因为我们没辙了。2、4、6、8颗，8颗，所以我可以消5颗。
水、火、木、光啊，你是都有啦，只是要把它兜在一起，这是问题哦。靠腰，我的光珠啊！哎呀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